雄。他不是绿巨人吗？哦哦耶！你看，我看，噔噔噔噔噔，这是一个大金鱼。等一下，一杯开始。哇，原来他是美国队长金鱼。不是啊，他是蓝色的啊。蓝色的是美国队长的盾牌。嗯，你看，噔噔。哇，这是你的衣服哦。你的衣服，你的棉被太小件了吧？可是，对啊，是我的衣服。这是我的衣服。对呀。这是我的衣服，我也有这个衣服。那雪衣还有什么？我还有这个衣服哎。嗯。我还有这个衣服哎、欸！是啊，那金鱼的下一页还有画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剪。你是大野狼老师？我还没好啊。我真的真的很会画画。嗯，对。我们不是那一边啊。不是那边。是哪一边呢？是，哇，怎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啊？对呀。为什么这么多乌漆嘛黑的颜色？这是大象。用心去捉痛。可是太乌漆，大象的鼻子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大拇指啊，大拇指嘛，嘛是，啊，不过这个安尼做。嗯、你看哦，一杯，一杯。这里是什么的图案？噔噔。这个是什么图案？嘿，不要啦！我要看那个是什么图案、啊。要的。你看，噔噔。太乌漆嘛黑了啦。还没有你黑笑哦。你跟我说。噠噠，这是什么图案？蓝色。嗯，这是什么图案？这是恐龙吗？蓝色。嗯，这是恐龙。啊，这个手指怎么长这样啊？这个是恐龙吗？那为什么这个手指长这样？我在问你啊，你穿这件是什么裤子啊？嗯，是大象裤子。那大象怎么有长很多只脚？对啊。怎么还有长三只脚的大象？对啊，一不一样的。看，噔噔噔噔。噔噔噔噔。你看，噔噔噔噔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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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不知，这像大海里面。然后乌漆嘛黑的大海。我要去睡觉了。哦，那要睡觉，把你的故事书。哦，那这个就是要丢垃圾桶了嘛。哎，还有一本那个 Superman， 这个 Superman 要丢在垃圾桶吗？妈妈等我，妹妹。咦，你这里还有一本哦。拜拜，你先帮我装水。为什么？爸爸要帮你装水。因为你会自己装啊。因为我。为什么你不要自己装呢？为什么？讲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睡觉前要去幼稚园。我妈妈过去了耶。妈妈说：“贝贝。”晚安哦，依依。